死了好像是一件很严重然后需要被重视的事情。张静死了。有人还在 Facebook 上写了一篇什么张静我们这一代的正男人，然后一堆人跑去转贴链接，我真的超想拿到去砍他还有那些点赞的智障。是被工人放火烧死的，对。那也要看那个工人为什么要放火、啊，无缘无故干嘛放火啊？很多事情背后往往都是社会结构在作用。那如果那工人是喝醉酒一时失去理智呢？谁会喝到跑去放火、啊？好了，有可能是因为他压力太大，然后工作超时，劳动条件又差。总之，你进到整个脉络去看，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关联的。所以之前被子把我甩了。是因为是整个社会的关系，因为工时太长，我是这整个社会结构被压迫的对象。好像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是。如果张静的死跟这整个世界啊、社会啊、资本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呢？